Produce 48 主题曲公开，韩日双 C 位是他们。국민프로서님들반갑습니다이번에새롭게국민프로듀서대표가된이승기입니다96명의소녀들을만나보겠습니다 It's showtime 韩国选秀节目 Produce 系列再次来袭这次命名为 Produce 48找来韩日两国的女练习生即将一同竞争登上梦想出道舞台的机会Produce 48的主题曲正式公开后，立刻引起许多讨论话题。接下来的比赛过程也让人相当期待，究竟哪些女孩可以透过节目顺利出道，可要好好锁定喽！完全的王健堂整理报道。